此菩萨摩诃萨佛作思念，持住众生受入世苦。入世苦都些什么苦啊？孤穷困贫，无救无依，无舟无舍。无岛无木，无名否义，黑难缠果。我今为比丘众生，修行辅字助道之法，独一发心，不修伴侣。以此功德，令诸众生毕竟清净，乃至忽得如来实力无奈智慧。菩萨他观一些众生，赌啊就观现前一些众生啊，受深重的苦。菩萨要度众生，他得有个警戒啊，看众生一切是苦，这警戒他就升起大慈悲来了。众生在这苦的当中无告无救，咱们经常看见呢，受苦受难的，那无依无救时，哎呀，形容着喊天天不应啊，喊地地不灵，无处哀告，受很多孤苦伶仃。现在这孤苦伶仃很多。孤独的孤啊，过去古来是咱们中国是这样形容的，无父曰孤，无母曰独，没有所似的，没有所保护你的，没有父亲一死了就孤儿，没有保护他的了，孤苦伶仃，也孤苦伶仃含这意思。那小孩子啊，一想如果没有父亲，他自己心里感到无药，就要没人奈何他了。穷呢，咱们经常说穷途末路，穷途末路，在路上走没有道路走了，前进无路，穷途途道路走尽了，叫穷，不是说没钱那个穷啊。咱们经常讲，孤苦伶仃的时候，前途没有了，穷了，后退无路，就无依无靠。负担的任务很重，没人帮助他，没人代替他，这叫困，困兽。经常形容古人那个战将了，他说困守孤城啊，后援的不来，他就被人家困到那了，这个困。常时受这个生老病死苦来逼迫你，强力的逼敌你，敌你，这叫迫呀，迫。什么呢？这不是世间。让你不知道的，有种业，有种祸，你自己造的业，你自己所起的祸，比现象而已。穷途末路，这凌迟你，就是业自己造的业，无咎无依，无咎无依，是吧？孤独的意思，孤独的意思。但是我们皈依三宝的弟子，不论你受过三皈也好，入了三皈了都是佛弟子了。那优婆塞优婆夷，比丘比丘尼，依这三宝，有大菩萨救护你，
那是道友，这就翻过来了，翻过来了。所以咱们经常说皈依三宝啊，他这无头的穷途末路，皈依三宝。皈依三宝了之后，那就是佛菩萨救动你的，让你修得福德，修智慧，给你说好多的帮助你成道的方法。以这个功德呀，令你一生的清净，直至怀德成佛，成德成佛。那这个菩萨这样来教度你，救度你，那就得救了，等等了。这形容着，在这个无明一难、黑难长果当中，菩萨能给一切众生做旅伴，能启发你，让你皈依三宝，有这个功德了，令众生都清净了。这个业障就是业障啊，因缘很难呐、啊，很难呐、啊。我在法源寺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老道友，那么他自己打工的时候买出小房子，那么他到庙里来了，这个房子空着，房子空着，所以在街道上啊，和一个老婆婆带个六七岁的小小孙孙讨口，也在街道上坐着，他发现大慈悲心来了，让他无依无靠，他跟这老婆婆说，我跟你商量商量，你不必这样的在街上到处要，要要不着啊，很苦的呀。他说你把你小孙孙让他跟我出家，我有两间房给你住，你生活啊我可以照顾你，我以前呢还俗了，当工人存了几个钱，你生活没问题了，让你小孙孙跟我商量，你们大家再也猜不到这老婆婆说什么。老婆婆说，我倒霉啊，到了要饭的程度了，你还要么去当和尚，他向我学呀、啊，我就感觉到，像这样的事儿，那叫业障，他宁可以讨口要饭，他认为比当和尚还强，他都不肯接受。三宝的家护，大家听到说是啊，那帮助他归个三很容易，很难呢。菩萨救度一些众生，想了很多助道之法。我因为在这修助道之法，想到，那我们这个老菩萨老修行，他这菩萨想助道之法帮助他，让小孩又出家。他的老婆又有养，生活又好了，不是很好？他这慈悲心，他是菩萨，众生接受不接受啊？他因为讨口要饭就够了倒霉的了，够了堕落的了，还要母树出家。你说众生他怎么看待的？但是我们出家人因为自己三宝的弟子出入于金门之下，行常于宝殿之中，多尊多贵的，但社会上怎么看呢？说大菩萨行菩萨道，礼众生，让众生修行福字诸道之法，众生接受不接受啊？
如果我们帮助别的众生，想发大菩提心，帮助众生，要遇见这些事儿，你如何想？怎么样观？度众生还得有缘呢，咱们一直讲缘起法呀，缘起法，这些苦难它是缘呢。人到了穷途末路，无所事，无所护，无父曰事，无母曰护，守护你的父母，小孩儿。为什么现在社会灾难重重，杀人放火的、不要生命的人很多？他就是无事无护。现在人人讲自由，但是小孩子没得自由了。三五岁小孩儿，他不能自立呀、啊。他父母离婚了，双方都不要孩子，要孩子负是累赘，因为他下回还要结婚呢，有孩子怎么结啊？现在结婚不要孩子，这叫穷途末路，穷途末路。众生在这个无替的、没有替代的困苦当中，常时受生死轮款逼迫当中，自己还要起祸，还要造业。在咱们经上所说的，或者咱们看见的、咱们学到了的，敢讲这类人很愚痴，是咱们的看法。这类的人，他不因为愚痴，他因为很聪明。他因为你很愚痴，恰恰相反的。菩萨度众生，发大慈悲心，不是那么容易就把众生度了的。能度者，行菩萨道，发大慈。被度者，不肯受你救度。这个咱们感觉着啊，或者因为这个很愚痴。这回想回想咱们自己，现在每位在座的，你每天都在三宝熏习当中，不论哪部教义，佛的教授经典告诉你如何去做，如何去做。我们做了好多呢，是不是像佛所教导我们的精进不懈，常是精进，再不懈怠，要了生死。这个我们每个自己检查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天天念念在了生死？念念我们是做不到，一天昼夜24小时，24小时，我们那有个2个小时念在生死当中，念念都在生死当中，2个小时。24小时，2个小时，不多吧？你能这在这个120分钟，每分钟都在念，我要了生死，我不随着生死转，就这么个念，那很不得了了。有些个信佛的道友嘛，他念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好像一天都在念佛。念佛当中
夹杂着很多的事情，夹着很多杂念，夹着很多时间法。能有两个小时清静，我绝对升极乐世界。念念的两个小时，120分钟。在末法时期能够这样子，也就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。如果能够在菩萨教授之下的，是吧？例如我们读到这段经文，我们不被无明法，不被黑难缠，我们发大心求清净，要一定要成佛，怀着佛的十力无奈智慧，那就达到五地菩萨教化众生的愿了，晓得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以入世智慧，观察所修的善根呢、啊，皆为救后一切众生，利益众生，难乐一些众生，难免一些众生，成就一些众生，解脱一些众生，摄受一些众生，利益众生离诸苦恼。利益众生普得清净，利益众生悉皆调伏，利益众生入于涅槃。就是五地菩萨，所以《金刚藏》不是说持菩萨摩诃萨，那此我就把它指的五地菩萨，他以入世的智慧。有五地菩萨他所有的智慧，观察一些众生所修的善根，再回者说是第五地的菩萨，他所修得的所证得的智慧，他所修的善根来救护一些众生，把他的智慧把他善根都来救护众生，利益众生，难乐众生，难民众生，成就众生，以下十种，十种啊，解脱众生，摄受众生，人一切众生离诸苦恼，利益众生普得清净，让一切众生都入涅槃，让都成难闻。说菩萨他把他所修的善业，他所成就的，成为什么呢？慈悲利益众生的心，慈悲利益众生的一切三方面善巧的方法，利益众生离苦得乐。有这么十种，有这么十种啊。这个利益、舍受、救护、解脱，将众生得到清净，这些是指菩萨说的。五地菩萨具足了这些个善巧方便、慈悲之相。愿，第五地方，这是他的愿。能不能满愿呢？每位菩萨都发入世大愿，显菩萨他救护众生，未来的众生，现在的众生，对不住善业的众生，不住善法的众生，令这些众生得利益，或者已经住了善法的众生，他令他得难乐，得难乐果，成就他那个善。
难免贫乏的，让其得到直升的工具，让他们都去生活的很好。或者是有一些众生修行障碍很多，在五地菩萨令他消除障碍，成就他。这修行多障的众生，这五地菩萨发愿令他们得大利益。已经向善的众生了，能得利益。还有一些个外道，还有一些个不信正法的，那菩萨就摄受他们，令他们相信正法，转成正道。那么没有信的，没有正信的，对五地菩萨，让他们都升起正信。有些个众生，虽然是很用功、很精进，很用功、很精进，但是他修行方法不对头，虽然勤苦、精进，受些苦，就修方法不对，修不成。菩萨又重新告诉他方法，勤苦修行，或者有疑惑，对三宝还不生信的，菩萨能让他们解除疑惑，生起清净心，是吧？已经决定了勤修三业，住在决定信解了，菩萨让他争上调剂三业，修行进步很大的了，菩萨让他们得着涅槃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三生痴，很快得着涅槃。这十种菩萨大愿，菩萨大愿就是菩萨他的慈大慈，所有利益众生的功德大慈，慈能与乐呀，前头是大悲，悲能拔苦，这四种都是与他乐，都是与他快乐。但五地菩萨就能有摄受众生善巧方便殊胜的德，能令众生修行得入，也得到圣洁。所以这是菩萨利他的悲与慈，化他的，化一切众生的，因为他得到佛的化他的厚德字，这叫化他的厚德字。还不仅如此，不仅如此，所以这个五地菩萨叫南胜地，说佛子啊，菩萨摩诃萨住此第五南胜地，就是一般的菩萨到了南胜地了，就很成就了，化他很殊胜。但是五地菩萨他名为念者，这句话是金刚藏菩萨所说的。金刚藏菩萨说，菩萨住了在五地南胜地的时候，他名为念者，念什么呢？不忘诸法。名为智者，能善了觉。
名为有曲者入京一曲，次第联合，名惭愧者自护护他，名坚固者不舍戒行，名为觉者能观是处非处，名为随智者不随于他故，名为随会者善知义非义句，差别之下，什么叫义？这句话义句说是话，他们俩有差别，他善知了知什么叫义，什么叫非义，就这样的。名为随会者善知义非义差别过，名为神通者善修禅定，这要修神通啊，必须得修禅定，没有定生不出神通来。定通，定通，下头讲十定品、十通品、十定十通，定能发慧，慧就是神通，就是定心呐。因为方便善巧者，随顺事情，随顺事行故，十种，十种，这十种都是南圣地的别名，别名。南圣地呀，有叫念者，有叫智者，有叫有取者，有叫惭愧者，有叫坚固者，有叫觉者，有随智者，随慧者，神通德，方便善巧者。五地菩萨南圣地具持十种，达到南圣地了，很难很难，叫南圣嘛。为什么很难呢？念念不忘诸法啊，他名为念者，念什么？念念不忘诸法，就是佛所教授的法，念念不忘，他决定是非，决定疑虑，决定生死，决定涅槃，善决定，善了决定。所以有智慧啊，没智慧决定不了的了。咱们呢，疑惑太多，对什么事儿这反反复复，是修行学道。学学的变了，学学的变了，不能决定，不能决定，善法也得要决定啊，决定啊，就是心无定，这也属禅定的功夫嘛。然后第五地菩萨是修禅定的了，是以六度十度当中以禅定为主了，别的是附带的。他专修禅定功夫，说他善觉了者，有取者，取者，取是取向，取向你得有个愿望，得有个目的，干什么事儿，不要东变西变，东转西转，等你初学的时候。听着这门也好，那个法门也好，碰着张三的道友跟你说，随着张三去了，又来李四道友说住禅好，又住禅去了，说学教好，又学教去了，就是心里头没有决定，决定不能决了，自己的目的呀定不下来。
同时精益一曲，你学哪部经，这个经里头教授你如何做趋势趋向啊，那你义理啊得做个决定，决定。但是有一法为主，其他法为副，并不是学一个什么都不学了，不是这样的。你得有个主，有个从。咱们这十地菩萨都入世的，每地都入世。说南圣地菩萨以禅定为主，那学习别的方法都是辅助禅定的。我禅定，这趣啊，这精益取向，惭愧者，大菩萨常识这总认为自己不足，十地菩萨都在忏悔，他自己以为他不足，惭愧的意思呢，就直接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，没有放逸，常感呢，常惭愧。五地菩萨对六地菩萨，下地不知上地事，他生惭愧啊。对的十地，对于佛，他更生惭愧了，还没有达到。同时对众生，我没把众生度好，没度尽。众生有过，众生有罪，这是我的罪。菩萨是这样看问题的。咱们不是，有的人看见别人犯错误犯戒，他高兴他笑了，他为什么，为什么他自己总显得慢心呢，慢，这属于慢一种，他感觉我比他强，他是犯戒的，这就这么想。这是举例了，坚固者是从来不犯，乃至于轻戒都不犯，不学戒恒，戒定慧三学以戒为首，坚固，坚固本身也是定力啊，不动摇，不动摇。觉呢，就是有智慧了。观察力，观察是处非处，佛十类当中有是处非处智，这个关于很多，很广很广。觉悟，觉悟本来是什么都觉悟了，不但观自己，观众上是处非处，众生，第六说吧，我们这死亡，就是说寿命尽了才死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说他死的是时候，说不是时候，该死不该死，他是不是应该死到这个地方？他不该死到这个地方，他死的地方不是这儿啊，这是处非处。我举这么个例了啊，是处非处。很多啊，你举别的例子也可以了。觉者他就知道，咱说寿命，寿命可增可减，当生啊，可增可减，应该死在北京的，他死在上海了，死的不是处所，说他应该投生到人道，也投生做了，从这畜生道去了，也不是非处，不是他应去的处。为什么有这些个复杂呢？觉者才能明了，就是处非处自。如果大家念过药师经都知道，佛说有九种，红死不该死死了，
就横死。说现在有很多人他不该死，不该死到这个问题上。既然从繁衍看他不应该死到这个问题上，但是他死了，这叫非畜非时，非时而死。生的时候非畜而生，本来生人道的，错投胎了，投生到畜生道去了。这也是四处非畜，这个智慧不容易，有这种智慧不容易。觉者，这才叫觉，真正觉。佛的实力中，佛的实力当中有个四处非畜字，有这种智慧的。明外随智者，随智者呀，是不随他。随智者是智慧，不随他转。不随他叫随智，不随于他。菩萨度众生不会随顺众生的，他知道众生错误，他只能纠正众生。他视线同时舍，看见菩萨随顺众生，他不是随顺他，他是度他的，要转他而随他。施舍法中不有同时舍吗？跟他故意的，就是随顺视线跟他同时的，他不是，他本身不是这样意思，就是不随于他的智慧。因为随混者，随混者这句话跟前头好像是相同，不相同。智慧是根本，慧者是了义，是分别。慧是分别，智慧分开来讲。善巧方便，知道这句话有道理或者没道理，是义非义。来解释这句话，这句话不是这么个含义，叫非义。这句话是这么个含义，解释另一种道理，那叫非义，叫似义非义。知道他们互相的差别变化，就是神通者，是第五的，有神通者，那就他善修禅定了。禅定，禅定就是神通，定能通。神者是天心，他自然的心体，他自然的心体他得到了，得到自然的心体。通的是心体所发生的智慧，通明慧性，有智慧性。神明偏心，通明智慧。方便善巧，能随世间行，这叫方便善巧。菩萨度众生视线同时舍的时候，随顺众生，或者是世间所有一切法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，菩萨要度众生随现世间行。第五地菩萨他视线的时候，大多数都是视线斗率天的天王，大多是视线斗率天的天王。这十地菩萨他所视线的，视线的处所不大相同，不大相同。同时啊，这十字啊解释还很多很多。就是五地菩萨
他能有智慧摄受智慧的胜利，善于执照诸法之相。咱前头讲了，他有这因缘，因缘即一切因缘。这因缘怎么集合到一起的？什么因什么缘结到一起的？这得有智慧才能分辨出来。这里错综复杂的，就这么一个人呢，一个人多因多缘，错综复杂的集合到一起。你说他有这个缘，他那个缘也有啊，直到他一切因缘际会，因缘际至，说一切法相有正因，有导因，有了因，他都能清清楚楚的。还有无因，还有无因。这里头呢，如果是正因缘，他这个生缘所铸成的是真正的正因缘集合的，这叫处，刚才处非处，这叫处置于非处，说不是这个翻之，不是正因邪因缘，那不是处了，不是处了。那么这个分辨清楚，这才叫觉者，否则不是觉者。这两个嘛，重复说一下子啊。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。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33载，弘法兴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详施籍，享寿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。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认识中华国际失实协会。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，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，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，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。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，布施者亦得福，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。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，不仅布施六道众生，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，生生世世福寿长，善根具足。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，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，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。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共30万3025场。布施蚂蚁、小鱼，自200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，海内外共12311次。仙鹤一家在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大群美丽的丹顶鹤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老乔给他们每一只都取了一个名字。
这些丹顶鹤可真是漂亮啊，有如仙鹤下凡一般。是啊，它们可是大自然最美丽的精灵。你看，那只在翩翩起舞的叫小白，它是这群仙鹤里跳舞跳得最好的。它旁边的那只叫大强，它的歌声是最响的。老乔，这里每一只鹤你是不是都认识啊？当然了，我和它们相处那么久了，自然能叫出每一只鹤的名字。你看，飞过来的那只鹤，它的名字叫美珍，是这里最美丽的一只鹤仙子。是吗？那我可得好好欣赏一下这里最美丽的鹤仙子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它的头上怎么会有这道伤疤啊？是啊，这道疤痕毁掉了美珍的容貌，这都是那些可恶的狐狸干的好事。哦，狐狸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那是前一阵子的事情了。美珍和她的丈夫在芦苇丛中建筑了一个爱巢，并产下了两枚蛋。孩子们，你们快点破壳出来吧，妈妈真想看看你们可爱的样子。他们要破壳而出还早着呢，你真是太心急了。好了，我得赶快去找食物了，你就留在这里陪着孩子吧。老公，你一个人出去太辛苦了，我也跟你一起出去找食物好吗？不辛苦的，倒是你自己留在这里让我很担心。上次被我俩打走的那两只偷我们宝宝的狐狸，他们还会来的，你可要小心呢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会保护好我们宝宝的。嗯。狐狸们自然不会轻易放弃美味的鹤蛋，他们趁着只剩下美珍的时候开始发起了袭击，而且使用了调虎离山计。哈哈，可口的食物就在我的面前了。哎呀，你这只可恶的狐狸竟然又跑来想伤害我的宝宝，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你是忘记了。啊，危险，快跑。还想跑？没那么容易，你这个可恶的家伙，不要跑，要给你好好教训一番的。这个大笨鹤中了我们的计谋了。不好，中计了，狡猾的狐狸，把我的孩子还给我。哎呀，这只鹤竟然赶回来了，真是糟糕。可恶的狐狸，不要跑，把宝宝还给我。这时候，另一只狐狸冷不防地从美珍身后扑了过去，一下子将她从空中撞落了下来，然后一起在芦苇丛中厮打了起来。那天，如果不是我正好从那路过救了她，美珍恐怕就一命呜呼了。不过即便如此，她的眼睛那里还是被狐狸爪子划了一道伤口。这么说，那枚蛋他也没有夺回来。是的，在那以后好长一段时间，美珍都没有从悲痛的阴影中走出来。他每天都发出阵阵悲伤的叫声，似乎在呼唤那失去的一枚蛋，又似乎在深深地责备自己当初没有顾好自己的孩子。那些狐狸实在太可恶了，为什么不把狐狸一网打尽呢？哎，狐狸生活也不容易呀，它们也需要生存的。假如没有足够的食物，狐狸家族就会在这片沼泽里销声匿迹。要知道，如果这里没有狐狸，那些破坏性很强的老鼠就会把这片沼泽给毁掉的。没有沼泽，丹顶鹤的栖息地也就没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
大自然的生物链，我们人类真的不能擅自改变的。嗯，没错的。转眼间，美珍的孩子破壳而出了，老乔给他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小杰。哎呀，是小鹤的叫声。小声点，那是小杰。小杰？是啊，他是美珍的孩子，以后一定会长大成为一只杰出的鹤，所以我就给他取名叫做小杰。老乔，小杰长得是不是像他妈妈一样漂亮啊？我连一次都没看到过呢。这几天美珍和她丈夫一直守在这里，谁也没有办法靠近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美珍这是怎么了？我们快离开这里吧。美珍误认我们对小杰构成了威胁，所以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，以消除她的疑虑。美珍也太警惕了，我们又不会伤害她，只是想看看小杰的样子而已。小郑，你就耐心等一阵子吧，到时候美珍会带着小杰飞出来的。嗯，好的。经过了一阵子，小杰果然跟随着他的父母来到了沼泽地练习飞行。小郑，你看，那就是小杰，他身上那层黄色的绒毛已经褪去，已然换上了可以飞翔的白羽毛。哎呀，他真的很漂亮啊。孩子，没事的，张开翅膀，你一定能飞起来的。妈妈，我真的能飞起来吗？当然了，孩子，你一定行的，妈妈相信你。是啊，爸爸妈妈都在这里，你就放心的飞吧，没事的。对，就这样，孩子，加油！哎呀，我害怕。孩子，不要害怕，看前方，不要想太多，鼓起勇气飞翔。啊，哎呦，好痛啊！孩子，你没事吧？妈妈，我摔得好痛啊。好了，没事的，刚开始学习飞翔难免会摔，慢慢之后就会更加熟练，之后就会更加顺利的。嗯，爸爸妈妈，今天我是不是可以不练习了？再练习一会儿吧，秋天快到了，等天气凉了，我们可会和其他鹤一起飞到遥远的南方去过冬。没错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你得尽快学会飞翔。嗯，小杰，赶快学会飞吧，秋天快到，你还要跟着父母一起飞到南方呢。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他能飞那么远去南方吗？嗯，放心吧，到时候他一定会飞得非常棒的。小杰每天都跟着父母一起练习飞翔，他飞的距离也越来越远。然而有一天，一声凄厉的鹤鸣从老乔居所的不远处传了过来。小郑，你听到刚才的声音了吗？嗯，有的，是小杰。小杰撞到树干了。哦，我们快过去看看他。真是太糟糕了，他的翅膀折断了。老乔，小杰他不会有生命危险吧？看这种受伤的程度，是不会有生命危险。但小杰恐怕再也飞不起来了。啊，那怎么能行？秋天快到了，如果不能飞起来，他要如何跟着父母一起去迁徙呢？小郑，我们快离开这里。啊，为什么？你没听到美珍和她的丈夫来了吗？他们会以为是我们伤害了小杰，他们这是要准备攻击我们。快走。好痛啊，这些家伙怎么啄起人来可真厉害啊。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，小杰这时候受伤，他们心急也是正常的。哎，小杰伤得那么重，要想飞起来只能出现奇迹了。如果冬天到了，小杰没有飞走，那会怎么样呢？那他们会被冻死在这里的。啊，
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，小杰再也无法飞起来了。在无数次的失败之后，美珍和她的丈夫也只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事实。美珍，你们不跟我们一起去南方吗？你们先走吧，我们再等几天。美珍，你们的孩子已经不可能飞到南方了，你们不能为了他而留在这里啊。作为母亲，我不能丢下我的孩子。美珍，你不要这样意气用事，我们留下来也救不了孩子。老公，你跟着他们走吧，我想和孩子多待几天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去南方找你的。那我陪你一起多待几天。伙伴们还等着你带领他们一起飞到南方呢，你带着他们走吧，我会去找你的。唉，都走了，破军都走了，可是美珍和小杰还没走，这下要怎么办呢？美珍是不会走的，她是不会离开自己的孩子的。啊！几天后，美珍的丈夫又飞回来了，他决定要和妻子孩子一起留在这里。天气越来越冷了，沼泽里只剩下了他们三只鹤了。怎么办？这里的食物越来越少了，而且天气也越来越冷，他们会冻死的。不如我们将他们收养到我们的屋子里吧。美珍对我们一直都有戒心，我们是没办法靠近他们的。我们能做的只有将一些食物撒在这周围，让他们有足够的食物吃，或许能挨过这个严冬。然而最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一天夜里，大雪纷飞地下了起来，这场大雪一直下了整整三天，整个沼泽和田野都被厚厚的雪覆盖起来，而美珍他们一家三口紧紧地依偎在一起，被冻成了一座冰雕了。小镇和老乔看着被冻住的美珍一家，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。真是死也不离不弃的一家人，让人真的又感动又伤心至极的。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。